種傳聞係話做咗大概30部，而家可能仲有喐緊嘅，可能10隻手指頭都數得過嚟。Hello， 大家好，我是没钱改装的杨。在上期视频，杨曾经提到，甚至到2000年，同样是为了扩大产品线，三菱还以 Mirage Dingo 为基础研发出全新的 MPV Dion。它延续了前者空间变化多样且吞吐量惊人的亮点，还能多坐两个人呢。话说当时哈飞也有计划引进它，还做过一批试装车，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刚好杨的朋友手上有一台，有机会肯定就去白嫖，嘿嘿嘿嘿嘿。今天他来了。其实这部车哈飞最早可能在2003-2004年，即是那只普通赛马，国产了不是没耐。他当初其实哈飞已经有想将这部车引进的计划，即是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这部车当时那些犹太那部试验车的那些相啦。是啊，拿了入来展示的嘛，那时候好像。是的，但后面呢就只是在当时哈飞的深圳的蒙画工厂那里整了一小批。其实按道理是有两批，第一批呢就是你看到那张相那个是一部整车入来，然后去后面做完试验之后再改态啊，换发动机那些的。咁我呢部呢是后面那批，是拿啲白车身啊，同埋啲散件入嚟，有又加咗啲部分咧，系有国产化嘅痕迹咁样去组成嘅一部车。但系咧都有好多啲痕迹咧，都证明系个国产化系未行到100%嗰一步，都仲系留咗好多痕迹，系我仲系可能犹太驾驶者嘅嗰个设计。举啲例子啊？例如你睇下呢边佢嗰个拉环，佢系得驾驶侧呢边有，右边系冇嘅。咁然后用一个咧就系部车你开左边道门咧，佢系会有一个滴滴声，佢系开右边嗰道门先系滴滴声，即系啲线咧仲系连住右边同车门嘅，咁就即系类似呢种例子咯。所以佢究竟嗰阵做咗有几多部？一种传闻是说做了大概30部，这部是第二批里面的第23部。我知道好像现在可能还有在动的，可能10隻手指头都数得过来，还在开着的，基本都是在哈尔滨那边，这只车基本都是在黑龙江。即是 它是有什么，即是怎样去流入到市场里面，并不是报它应该一种传闻是当时它卖了给那个员工是两部30000这样一种卖法，一个传闻，即等于卖架配件车给你，你自己坏边忽就拆咯，但一次性的啦这些，所以留得到落来的都纯睇个机械素质这样。当然呢很多的二号件呢，二选件呢都跟其他那些30，好像你说国产的第一代欧蓝德啊，同嗰只铃声啊，或者同赛马系通用嘅，咁都可以，即系有。如果系啲二号件保养就唔会话太困难嘅，其他件都唔好困难啫。但系要有要有渠道咯。有啲外观件嗰啲，可能就珠三角呢边嗰啲玩起身就相对会容易少少啦。但系佢毕竟都系比较中久，都系比较冷门。系啊系啊，就算喺国外都唔系一部好。即系点讲啊？本身产量又唔多，算多吧？产咗60000+，咁呢个数字嚟讲，其实我觉得唔算系太多吧。都对于一部应该要买得好嘅车嚟讲，系啊系啊。咁啊，当然有啲啊，三菱自己作死冇办法啦，有啲就不作深究。好多本土嗰啲人玩都系觉得嗰副 GDI 保养个成本高。当然我这部又不是 GDI， 是个国产三菱的发动机，但是很耐用。明明都不是 GDI， 但可以穿 GDI 灯。但这个也真的。喂，我没事啊，我怕那个东西拉坏它。不会，买都没所谓，这个跟哈飞赛马通用的，换有几钱啊。就不要整到你把玻璃就得了。玻璃就没办法了，玻璃搵幅窑都没办法。对咯，居然已经连玻璃都是已经
我仲以为连玻璃都系用翻三菱嗰啲嘢，不过天窗嗰两块系三菱嘅。哦，同嗰只三菱太空 M84嗰只系一样。哦，其他嗰啲就呢部系用咗国产嘅，我好似有啲部分个体系都系纯进口玻璃。哦，有啲系本土版嗰种，但系私人玻璃。咁佢仲有啲乜嘢系？即系你啱啱讲。佢有即系佢視乎唔同嘅個體，佢有啲唔同嘅嘢。咁你呢部有啲咩唔同嘅嘢？即係我見你呢度好似有個咁鬼聲納嘅嘢。哦，呢啲係有啲係佢係本土版全配，啊、或者係高配先有嘅配置。咁啊，每一部都唔一樣。咁啊，有啲好搞笑係有啲車好似我呢架就有聲納個掣，但後邊又冇聲納。有啲咧我知道咧就係有雷達嗰個鍵，但係中控咧就冇咗個粒掣。咁啊，呢啲試驗車咧，有時候就唔可以用一啲好符合常理嘅思維。嗯，啊，畢竟都係小白鼠。咁啊，仲聽你講話個底盤好似係冇少咗陣隔音可以。係啊係啊，底盤佢個地膠因為哈飛係造成咗地擋，佢唔係懷擋設計，所以個地膠冇得同本土版通用。啊，其一，其二咧。國產賽馬的個長度又不一樣，所以用最簡單的處理方法就直接裝佢。咁啊，你當好係嘈啊嘈啲，不過就你話運動又得，反正當開部七人的大號卡丁車。好怪，反正真都係更加深入去了解佢，就會覺得佢好怪。我感覺始終都係一個數量少的問題，其實呢架車的設計唔算話太。天馬行空，係就是、一部好正常的一部 MPV， 呢啲就非常正常，好符合嗰個市場需求。係比較細字頭嘅車，坐七個人。係好似當時三菱話係，其實即係都係偏女性向嘅一部車。嗯，但係其實呢啲即係好似男仔用起身都非常順手，一個平庸咁，但係就其實好易上手，好一個對新手好友好。一個新仔嘅時候。點解你會揀夾部咁嘅嘢咧？即係一個正常嘅思維，佢可能會買部更加常見嘅車，可能買部飛度。年少無知啊！一係買啲咁嘅翻嚟，自己想出風頭，買翻嚟咁啊，好都要話好噶啦。有時候後生嘅時候，有時候就係想買啲做啲同人哋與別不同，係啊，與眾不同嘅嘢。年輕人不要太氣盛，不氣盛就要年輕人嗎？你是完全看不到右面的鏡子，為什麼呢？入窺鏡的角度，兩塊鏡的曲面是照顧右太的駕駛者的，所以有兩塊鏡是看東西不太方便。即是其實他就算是試裝的時候，試裝不是這個，試裝是裝賽馬那隻，裝正常鏡，但那隻沒有接電，我不喜歡。哦，這些就所以為了面子要犧牲的。啊哈，只好苦笑十聲，並輕抹眼角淡淡的眼淚影。